这里是湘江伟人的故乡，自南向北汇入洞庭，这里是长江中国的母亲河，自西向东流往大海。湖南华光远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依托长江黄金水道，于2005年从长沙鸣笛起航，乘风破浪，通江达海，物流全球。公司总部设在长沙，服务网点遍及重庆、长沙、岳阳、武汉、宜昌、荆州、九江、南昌、芜湖、南京、上海等地，在长江流域提供船代、货代、内直线班轮运输等相关物流服务，为26家国际班轮公司在长江流域提供订舱、签单、支线运输及箱管。